理想最初的梦想，来来来来，各位在座的大朋友、小朋友，大家午安。来跟大家讲一讲哦，人生当中呢都有很多很多的理想去追求。我想问一下哦，每一个人都有追求自己的梦想，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梦想可以追求？来，请问你的梦想是什么？青菜共同满屋。哇，天下父母亲希望女儿过得快快乐乐的。阿强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不晓得。不晓得你的梦想哦。啊，你不希望说你能够快快的出院？对啊。希不希望？希望啊。这是梦想。对啊。对啊，我每次都挑前面讲，不要到后面去讲。来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跟我妈团圆，平平安安未来。我跟我儿女快快乐乐，幸福快乐，幸福快乐美满。人每一个人的梦想都希望幸福快乐美满，有没有特别不一样的梦想？有没有意志力的梦想？来，例如比较特别的，有没有人比较特别的？举手看看，有没有？谁有特别的梦想？比如说，我希望将来是做一个什么家？我希望将来能够开飞机。我希望将来能跑到月球上去，这是我的梦想，有没有？对，是你的梦想。这是我的梦想。我看我去做白日梦啊！我从这边跑到月球上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我在想白日梦。好，每一个都有追求梦想。不过我们今天的快乐伙伴，真的要来去追你的梦想哦，追出他的歌声，追出他的美丽。所以，我们请我们的快乐三人行。带来这首《追追追》，来，掌声鼓励一下。Thank you.
追追